们今天我们两个小的打赢他们两个大的。是哦。是，我用破枝哦。你用什么？哦，你用玛丽乌利。我们还要假贺人，他假贺人，我就是在尾刀型的。对啊，我玩那个暴击文。是啊、哦。嗯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冈山 Seven， 非常的刺激，里面有四支五星，然后有众多小朋友都在玩 Pokemon Unite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立刻捕获。四支五星啊！这个几率是怎么样？第一弹。四支五星哎、欸，排队场。有没有？没有。第一只沼月鱼进化后变成巨沼怪，第二回合了。来看一下，现在真的是蛮多人的，加油！第三颗星，四只五星哎，大家为翔霸加油！爸爸上次也是好久中四级哦，这么有信心吗？翔霸，第五道了，沙基拉斯，第六道，小小草，第七道了。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藏起来。第八道，最后两回合，有没有？我来。巨藤怪，第九道了哦。喷吧。喷吧。喷吧。我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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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。第九回合。四十五星，哎，哎呀，可惜这么难打，大家都想要立刻捕获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的立刻捕获。哦，把我们的小弟弟狂起来了，有有有。大草，哇，第一只火焰鸡，四只五星啊，真的是非常少见，你有遇过吗？我应该也是第一次遇到四只五星啊，有一次的，但是很少，就这种机会少之又少，耶、yeah ！第三回合，弟弟加油！弟弟给自己信心，你说快出来！喷吧！他给那个最贵的那一只。哈哈哈！火爆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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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五回合，好，第六回合了。加油加油！第七回合，喷喷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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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龙眼，第八回合了，哇，最后一回合了，最紧张的一回合，第九回合，顶住啊，第九回合，奥利给。哦！哦！拉蒂亚斯，可以呀，可以的，可以接受，恭喜恭喜！哇，四十五星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吗？不错不错。有就好了，有就好了。恭喜恭喜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立刻捕获两道之后，会直接出现的第一只宝可梦是曼藤怪。水曜鱼。
大叔。哇，蔓藤怪，蔓藤怪应该还会有一场啊。嗯，应该会有额外。拜托呀。有了。哦哦，双五星，哦，最凶的那种哎，累累时库拉多，这个现在非常的反光，非常的严重啊，累累时库拉多，哇，那个库拉多竟然比累累时还小只哎，怎么小只那么多啊？累累时怎么那么大只啊？他是用冲锋连击啊，还是两只五星？冲锋连击，时光咆哮。哦，哎，库拉多。重要的是，这还有分重要跟不重要的。重要吗？哦，还可以，亚空裂斩，这个伤害还可以，够，三二一，耶，神兽对神兽啊，四只神兽来了，我们弟弟的立刻捕获两道之后的第一次。来了，哦，就几球啊，太凶了，左边就几球，右边超级球，快掉，啊，可恶啊，如此触击来了，全背没有，推。超级球，两个，三个，跳跳，没有，加了啦。太扯了，精神得领。第二次，哎，半吉拉斯，哦，来了，左边库拉多，右边半吉拉斯，精灵球，锁起来，库拉，两个，三个，厉害。马上优大图拉蒂欧斯连下，咻，啊，没有，吉利蛋，紧接着，不，刚我总共以为是大师球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右边是一星哦。好。喂，又是双五星。哦。五四。
妹妹，你的捕获机会来了，就是现在，精灵球之力哦，妹妹，大师球吗？超级球，自己推，哦，又在那一颗，超像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豆豆。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快投血，投血，投血，投血！哇，满血复活哎！哇，厉害啊！果然是回凤山之力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好了，我们这一部片就做到这里了，今天我们就不用打卡了。还有三个。快水，快水，快水，快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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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妹妹太强了，那全吐了，全吐了，代表我八只都抓到了。然后有的是用换的，哦，这个已经没有打到，用换。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一家人一天抓两只，而且还是最好的那两只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元宵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来了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 Seven 了，然后经历了刚刚非常刺激的一段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现在里面只剩下一只拉蒂巫师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我们就打一场。因为前面呢连下三只啊，感觉后面会比较难下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打一场就好，小试身手，看一下有没有拉蒂巫师大图。冰系的应该会在这里，暗黑丘雷姆，龙系会吗？哇，看起来是没有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宝可梦。我刚刚后面看是还有两只四星的，一只是四星的蜥蜴王，然后另外一只好像是什么，突然就给你没什么印象了。哎，又有班吉拉斯哦，力火焰鸡来了，拉蒂欧斯，噔噔噔，哦，无一耶。不错不错，等两只动物 ，OK， 来了，今天的第一场，我们直接要来丢球喽。前辈会出来吗？三百没有，那我们丢一颗，丢精灵球，好强啊，比较没什么机会的球，没事，一两个。三个，动起来！哎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就先打到这样了。然后刚呢四只五星连下，瞬间下了三四只，非常的快速。那我们就直接这一部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箱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们这一部影片要送出的是四星的巨蟒藤，只要在底下留言巨蟒藤就可以抽奖了。那我们影片就做到这边了，大家请帮我们大大的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箱。各位，拜拜。